今天呢，受一位湖北的朋友委托，帮他做上10份韩烧北，到时候邮寄过去。肉已经买好了，选择的是精品的五花肉，光这里就已经有13斤重了。他说上次看到我给我爸做的烧北还有夹沙肉可以抽真空包装嘛，然后以前也吃过我们四川的烧北，觉得很好吃，特别的想吃，所以叫我给他做上几碗。做烧北顾名思义，第一步就是烧，把皮烧一下的话吃起来没有皮腥味。烧皮并且清洗干净后，五花肉再修一下，把这下面这个比较肥的部分修掉，只要精品部分。紧接着再来出条，就是分割成一块一块的，方便等一会儿煮。看到没有，这个五花肉算精品的吧，不是那种一层皮就是一层瘦肉的，瘦肉型猪还能做到这个样子，真的很不错了。来点油先炒糖色，白糖或者冰糖都可以。冰糖炒化过后就要注意观察它的变化了，记住整个炒糖色的话都是用的小火。现在开始不断的这样子鼓小泡了，基本上就快要好了。等到有小泡转为这样子大泡的时候，就给它加入清水。这样炒出来的话颜色是又红又亮的，先倒出来。肉有一点多，用一个大的汤锅来煮。姜葱稍微多来一点，姜才炒好的糖色，干的大红袍花椒，我自己酿的四川醪汁儿，也就是米酒，再来一点黄酒。这里呢就是今天做烧北的配菜哈，正宗的四川盐菜，今年子的新鲜盐菜，看这个颜色你们都知道金灿灿的，不是那种扣了很久黑黢黢的。先来改开给它泡起，先加清水给它泡一下，再来清洗。这个肉哈，基本上全部都煮过心的，我们用手去按，按到是嫩的，就算煮熟。一块一块的先露出来，颜色很巴适哈，黄亮亮的。接下来的话就要开始炸了，锅里面稍微多放一点油啊。大家看我们的这个颜色，没炸之前就是黄亮亮的。两盆，然后这里等一会儿蒸扣肉的碗都已经洗好了。油温五成热，把煮好的五花肉皮朝下炸，尽量用中小火慢慢的炸，把盖子扛起来哈，避免爆的到处都是。稍有炸至要给它挪动一下，因为下面没有垫东西的，要炸浮。一面炸个3分钟过后，来轻轻的翻上一面继续炸。两面都炸好，露出来。放入姜才煮入的这个原汤里面泡一下，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肉继续炸完就是了。泡好并且洗干净的盐菜来切一下，码整齐了把它切碎就可以。洗盐菜的时候最好是多换水洗几次，因为盐菜软的时候盐都放的比较多嘛，害怕到时候吃起来比较寒。锅里面来上一点油，切好的盐菜下锅炒一下，还有一点多哈。盐菜炒一下的话，主要是让它吃起来会更加的香。炒掉水分过后，给它倒出来就可以了。这边的这个肉也全部都泡好了，闷闷的一大盘，看起来就安逸噻。每一块肉的这个表皮哈，它都是这样子的，这种纵纵洼洼的，并且红亮亮的。现在的话就要来给它切成片了。这一块肉比较厚，咱们抬一点下来。抬下来的这个等一会儿要打底，因为摆在上面的话太厚了也不好看，并不是说抬下来就不要了哈。厚度大约就是切过4毫米。来一筛，有肥的有瘦的，香得很。反正呢说实在的，这个肉有点多。还要切一会儿的时间啊，切好过后满满的一大盆啊，这些边果料瘦的也全部放进去，等一会儿打底。姜末、蒜末、小葱头，
生抽酱油、老抽酱油、糖色、鸡精、老干妹香辣豆豉、花椒粉，先下手给它拌转拌转的。现在农村办爸爸宴做这个烧饼哈，都已经不活了，切了之后就直接装碗里，蒸出来的话没那么香，也没那么好看，因为不活的话它颜色上不了，一定要多翻拌一下，翻拌均匀过后它才更加的入味好吃。全部和好过后，一片叠着一片的摆放在扣碗里，两边的话还是一边给它摆一块，这样子一碗就算装好了。咱们这个装的是大分量的，翻扣过来的话很多的哈，十碗全部都装盘装好了，将才炒好的盐菜放上去。可能大家会认为盐菜没有味道，因为扣入嘛，到时候是要扣过来的，扣过来的汁水把盐菜给它一泡，什么味道都有了，香得不得了。这些乱七八糟的入的话，就是将才切的边果料，很多都还是瘦入，这样子放到里面一碗的话基本上都是入。当然你去饭店里面吃，他不可能给你这样子放的，就是表皮有一层入，这个就是一碗入。蒸锅里面水开过后放上去蒸，再来一层，十碗的话也要蒸两次才能够把它蒸完呢。盖上盖子，用中火给它蒸上一个小时。第一锅已经蒸好了，把它取出来自然冷却就可以，继续把第二锅也给它蒸了。昨天蒸的这个烧饼已经扣到冰箱里面冻硬的话，接下来就要给它取出来，取的时候小心一点，用勺子轻轻的一敲就起来了。先用一个这样子的食品袋给它装进去，再来放入这种食品用的真空袋里面就可以了，等一会儿真空一下就搞定。一个就抽好了，特别的漂亮啊。从昨天忙到今天，终于把这十碗搞完了哈。看到后面乱七八糟的，是这里处理完了放到冰箱里面，马上要搞夹沙肉，然后最后就是做成这样子的，不是做来卖的哈，只是帮他做而已。做这个太麻烦了，卖的话也赚不到钱，说真的。然后每一碗里面都是这种大片大片的，十几片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些边果料垫底的。吃的时候撕开，再把里面个保鲜袋取出来放到碗上面，给它蒸个20分钟，安逸得很。多的咱们就不说了哈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下个了，大家记得帮我点一个赞哦。